们享受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带来的种种的实惠，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，我们从心底里感激党和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纪念好古兰经，又念好老师父亲，爱国爱教，守法守纪，是我们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